南无弥勒黄佛陈金龙，圣化龙华圣地瑞严心照，龙华树之龙化出宇宙圣能，结合十方宇宙之系统，使圣莲之气于天地间盛开。南无弥勒黄佛手持法轮，转轮之力运转宇宙十方，至十方宇宙，使生命进入龙纪元，让龙之精神深入十圣道，净化灵魂，其气如圣莲运转，形成弘法利生之系统，使生命皆有净化之能，修得神能之道，进入宇宙弥勒净土。文本取自弥勒一贯道文宣。